北冥有声。第755集，长姑告诉陈哥自己左眼能够看见一扇门，准备去推开它。陈哥决定与他一起去探查那门的真相。一直折腾到天亮，长姑还是无法入睡，他很不好意思地走出木屋，发现陈哥硬是在门外守了一个晚上。对不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无法入睡。陈哥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，因为担心错过长姑推门的瞬间，他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没事，看来只能等今天晚上了。陈姑，你白天尽量别睡，我晚上过来找你。好。白让陈哥在自己门外守了一晚上，长姑心里有一丝愧疚。两人约定好了今晚见面的时间，然后陈哥就带着秋美离开了。他倒不是想拿秋美当人质，只是单纯的因为他不知道回去的路。步行40分钟，陈哥才走出永林山。他把秋美收进漫画册，打车往新世纪乐园赶。早上8:30，陈哥回到乐园，员工们早已到齐，他们现在工作热情很高。马不停蹄，陈哥帮所有员工化好妆后，又开始检查各个场景，忙到乐园开业才准备休息。可他刚进入休息室，还没沾枕头，就又被徐硕拉走。乐园马上将迎来旺季，陈哥的恐怖屋是最重要的宣传点，所以罗董事有很多东西要跟他谈。从最基本的乐园宣传语，到各大渠道上的广告，再到新海市鬼屋的布局，两人足足讨论了一个早上。罗董事希望陈哥的鬼屋能够配合乐园宣传，推出一个全新的场景，这一点跟陈哥不谋而合。只不过因为通灵鬼校任务的特殊性，陈哥没有直接答应下来，而是说要再考虑一下。过了饭点，两人终于决定了两套方案，一套最佳方案和一套备选方案。陈哥在大山里高度紧张了一个晚上，其实又跟罗董事讨论了一早上未来规划和宣传方案，他现在已经非常疲惫了。午饭都顾不上吃，陈哥只想着赶紧回到员工休息室好好睡一觉，可还没等他走到鬼屋，就被一件事给缠上了。哎，陈老板！一个有些耳熟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陈哥回头看去时，表情很是意外。曲长林，这个噩梦学院里制作人偶的天才，竟然出现在了他鬼屋门口。上次见过面之后，我就跟同事询问了你的信息，然后又在网上查了查你的故事。曲长林说完后，表情很是复杂，这让陈哥心里有些忐忑，对方也不是那么好骗的。你同事怎么说的？据我了解，几个月的时间内，将一个快要关停的鬼屋经营成市面上评价最高、游客单日浏览最多的鬼屋，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啊！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鬼屋经营者，我的设计能被你夸奖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对方竟然都跑过来了，陈哥自然不会再将其放走。我说的也都是实话，你的所有能力都在普通鬼屋演员之上，而你在人偶制作方面还有近乎于天赋的才能，你该有更好的舞台去展现自己。和网上搜索到的信息相比，你这人更加的和善，更加的会体谅人。那天你对我说的话，我都记在了心里。你让我重新拾起了自信，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也可以生活得更好。曲长林并没有把陈哥当作敌人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陈哥都是在帮他，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在为他考虑。阳光照在陈哥的脸上，让他的笑容明媚，充满力量。你到这里不会就是为了给我说几句谢谢吧？曲长林犹豫了半天，终于说了出来。陈老板，我想面试你的鬼屋，想在这里学更多的东西。人的一生
会做出无数的选择，你今天就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你人生的正确选择。说完，陈哥带着许长林进入恐怖屋，将员工手册递给他。需要全背下来吗？记在心里就可以了。你有多年的工作经验，也有才能，缺乏的只是一个舞台。之后，陈哥将许长林领到僵尸复活夜场景门口。这个场景位于鬼屋一楼，一直空闲着。因为地下场景足够多，所以陈哥也就没有管他。从现在起，这个场景就你来设计，你来负责。我想看看你能力的极限。这个场景要比许长林原来的厕所大太多了，环境也要比厕所好。许长林是真的慌了，他来的时候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有想过这种情况。别，我才刚到这里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就敢把这么大个场景交给我？陈老板，我从来没有负责过这么大的场景啊，而且这个场景是在一楼，游客一进来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，万一给你弄得不好的话，会给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，甚至有可能砸了你们鬼屋的招牌啊。陈哥拍了拍曲长林的肩膀。你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没关系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就足够了，放手去做，这也是对你的一个考验。陈哥其实想得很明白，自己的恐怖屋有太多的秘密，很多东西曲长林现在还不到知道的时候，所以干脆就先让他来改造这个已经废弃的场景。你最擅长的是制作人偶，我这有一个模型工作室老板的电话，你有需要可以直接跟他联系，报上我的名字就可以了。黑色手机扩建出的场景空空荡荡，陈哥以后肯定需要大量的人偶道具，光凭他一个人根本制作不过来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员工来为他打下手，而曲长林恰好有这个天赋。这时陈哥又问道，对了，你觉得自己改造这个场景大概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改造肯定是要花钱的。曲长林非常谨慎，他足足在场景里转了快一个小时，才犹犹豫豫地走到了陈哥身边，开口说道，这个场景本身是僵尸题材，内部道具和模型老旧严重，我想全部换一遍，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去设计。他说到这儿，偷偷抬头看了陈哥一眼，见陈哥没有任何不耐，才继续说道，我刚才算了算，最节省的话也需要3000块。说出这个数字后，许长林担心陈哥拒绝，又偷看了对方一眼，毕竟他在噩梦学院想要多花100块改造下人偶，自己的老板都不同意。陈哥却随口说道，我给你准备13000，不够这里还有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竭尽你所能把这个场景做好。13000？曲长林大吃一惊，连连点头。其实陈哥也想看看普通人的极限是什么，和黑色手机的场景比起来有什么区别。曲长林很快在自己负责的场景里忙碌了起来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在噩梦学院有很大的差别。他是有天赋的，也是我这鬼屋里除徐婉外最专业的鬼屋演员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他，想要彻底成为恐怖屋的一员，要经过很多考验才行。陈哥下午没有去其他地方，他在僵尸复活夜场景中倾听曲长林的构思和设计方案，同时也给对方讲了一些员工守则上没有的事情，帮助其尽快融入鬼屋。下午6点多，恐怖屋停止营业，将最后一批游客送出后，陈哥没有把曲长林介绍给其他员工，而是让他先下班了。等他走后，陈哥简单地开了个会，交代了一些事情，这才让大家离开。恐怖屋里又只剩下他一个活人，他拿着扫把独自打扫卫生，所有场景转了一遍，最后坐在了鬼屋门口的台阶上。天色已黑，
乐园里静悄悄的，陈哥拿出黑色手机，看着上面的倒计时，陷入沉思。距离任务截止还有4.5小时。就这样放弃，陈哥心有不甘，但强行去做，活着回来的概率不大。他一直在犹豫，直到晚上8点多，他接到了长姑的电话。陈哥，我在韩江精神疾病中心，你快过来。